他歌名叫做爱爱爱，就只有一小段而已，那就分享给大家。我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拥挤，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去呼吸？说不出最后那一句对白，好像是说我爱你。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拥挤，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去？说不出最后那一句对白。好像是说我爱你。接下来我希望大家的呼吸声，然后用这个呼吸声尽量把那个杜鹃台风把它吹走，大力一点啊。我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拥挤，能不能就在这边哦，准备了，就是这里，记住哦。先给大家一个开心的句子，准备。我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拥挤，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去？Good job， 大家都中秋节一定有，中秋节怎么办？我刚好看到一个外国的朋友，中秋节大家都有肉吃，好吧？那我们再接下来继续唱 1, 2, 3。我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拥挤，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去？说不出最后那一句对白，好像是说我爱你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哦，谢谢哦。大家那个下半场还有表演，你没有看到后面的那个器材？有没有有鼓有什么的？还有那边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去看，就是把台东的东西带回去跟你的朋友炫耀，随时都会有小惊喜，你可能会遇到你喜欢的文创作品。谢谢。下课休息十分钟，接下来上下半场即将要上场的是张威龙。